战争既是永恒。全军，咱先学个抠吧。狂暴之心是多兰戒，等一等啊，他往前点，打残。记住刚才这波耗血细节，假装往回走，然后再回头，啊，假装回去了，然后再回头，攒两层 Q 那波，进草丛升级，按个 E 驾，交闪现，不交闪现，捏的还挺死，不交闪死了挺好。省着呢，他还交闪，我们还杀不了。你就 A 吧，你看到底是你 A 的多还是我回的多？回家了，驾、yeah!。先来个水银孩吧，反手。插个眼儿去。哎，等他推线啊。杀这种凯南到六的还挺好杀的，前期不是那么很好杀，他不往我脸上靠，我都耗不到他血。攒个两层 Q， 驾！A 吧，啊，回家出水银孩的，哎呀，这都能扣着我。出个水银孩1200块。水银还出完就好打了，等他一会儿上线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对面的乌鸦呢，我说这要是对面的乌鸦可完了。这波刚好升六，
一会儿直接踹他，踹完以后他交闪，交完闪以后直接荡，先攒两层 Q 一会儿啊。要想杀他一定得 E 近身，先用 R 近身，他一定是闪现走，这样就得下边再杀了。直接明面上驾，大爷的 Q 一下给大招，点盐 Q 平 A 接 Q， 这还不走，还在那 A 我，就远程吧，就是容易这样，你知道吧，他不能说白让你 A， 哎，一脱开距离他必须得回来 A 你，然后让他以为我们走了，其实我们没走。走了，这样吧，先来个耀光，银马的 Q 好远，不远，这还远呢。欢迎正在逼近，直接上来。交闪可以，交闪先下边必死，没有跑的机会，必死。等我大招好了，必死。一个 Q， 两个 Q。有点太远了，不行，先把线给他推过去。我吃塔皮，呀！机回来给大招一个 Q， 玩个鸡巴毛！哎 ，shut down。这都没死，真是一言难尽呐。战争既是永恒，没 Q 到 ，Q 到了呀 ，R 好像没 R 到。放马过去吧，下波的吧。下波再杀吧，跟我赛跑，驾！
去你姥姥的，你还跟我赛跑，一脚踹死你，还跟我赛跑，上分还能给你跑了。什么玩意儿过来了？长本事啊，兄弟啊！啊，长本事啊！啊，跟我打还跑过来，还跟我打，真是长见识了！我的天，也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上吧，我撤了。我这光头好自信呢、啊、他居然最后一下不用平 A， 用的是 Q， 我没想到。这波我跟你们说，咱玩个阴的，算了，不玩阴的了。烦死了，一直扣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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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扣，还扣不着，你不累吗？我不出自然之力，我出不是，我不出真分，我出个自然之力试试。还一直扣扣扣，他们家努努四级，光头死了，光头死了，我们去杀滑板鞋。派我去作战吧，我们去杀杀凯南吧。致命点烟，咬不着，别别别！你的妈！滑板鞋？为什么滑板鞋胆敢在这放肆？凭什么？滑板鞋给我个理由！等一下队友吧，我这波没大，我有大我就上了。我有马，你有马吗？你没马，你连马都没有。1650回家了。不是骂人，他刚才没上马呀，没马呀。我有马。错的不是马，错的是这个世界，错的是人心啊。
就跟绿色啊这个问题似的，错的其实不是绿色，不是这个颜色，错的是爱情。走位可以，先杀这农奴吧。你马没了，我来。我这个马你骑不上，算了。你给我死！这滑板鞋这么猛啊！这滑板鞋有点猛。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凯隐。下件装备我们出板甲吧。我都五毛，光头必死，你们多少？海隐带的巨岩是气定神闲，哎呦，蓝凯，气定神闲蓝凯，这是可血战斧蓝凯呀。咱先把这蓝拿了，行吧，省着没蓝。走，我们找一波这滑板鞋。算了，驾！既然他有大，那就不杀了，拉倒吧。他在这里放眼，踢过来，你那打人掉血吗？我这叫自然之力，小老弟，这叫自然之力，加上水银还160多的魔抗，小伙子，你知道160多减少魔法伤害多少？60%。你打我100，我变成40。跟我赛跑是吧？和死亡赛跑吧！驾驭！你的马不行，你的马老跑，我的马就不跑。板甲1800，差点钱呢，差了300，看看怎么能收个人头啊！把这马尔扎哈先杀了，这样我们的钱就够了。传送一波，驾！把他马给他打下来！你马没了。这波好像不能打啊！这波谁打谁死。算了，兄弟，我给你扛一走。身为一个上单，就得有这种上单的职责。溜了溜了溜了。
不给 ADC 扛的上单，那绝对不是一个好上单。这没办法，刚才我扛着他都死，这属于他自己不行。别进塔就行啊，这不是。借！没想到他居然还有大招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出个九头蛇吧，怎么样？来个九头蛇这把。不能浪，对面 AD 滑板鞋这种 ADC 是没有后期的，他只有前期，他越往后打越不行，这英雄知道吧？滑板鞋这英雄只能前期打优势，现在啊，以前后期还行，现在不行。先把蓝 buff 拿了，我们跑得快也没事。他要真是个威音啥的呀，那都算了。驾驭驾，这也不让人动啊，这关键能打能打，那技能全放了，这杀吧，哎呀，打吧，那又马尔扎哈，又这又那的，上吧，打吧。那不随便打吗？那洛克萨斯同理，给我收。也许该晋升一下，拥有自己的战团如何 ？Nice， 一波大光头，还架不架了？那他们杀我没用，他赢不了啊。但是他们不杀我吧也不行，他只能杀我，他不杀不行，他不杀我把他们全杀了。你看到底是杀还是不杀？